少帅，您别嫌我烦。我再问您一遍，您确定要剪头发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家中每逢有大丧，其妻40-9日内是不能剪头发的呀。练好了，四十九日不剪头发，我不就变成猴子了吗？养一听比鸟还灵，这点事儿是瞒不过他的。孰轻孰重，还需要我再跟你说一遍吗？ 是，明白。你出生那会儿啊，我还请了专人算了卦。这卦象上说，咱们爷俩是什么今生父子。 全是冤家！爸，你能不能不把你的江湖老跟我扯到一块儿啊？那你知道江湖是什么吗？我不想知道。爸，我想学军事，去讲武堂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啊？长志气了？都说十年种树，百年育人，我看你呀。 比成才，差老鼻子远。儿子，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啊！哟，剪头了，剪短了好。 照你这意思，寺院里的和尚一根头发都没有，那岂不是比你我都金贵啊？按照老帅临走前的嘱咐，张宗昌所部不得出关，那这件事儿就拜托杨军团长负责了。如果他的部队图谋不轨，搅了他们的线，他跟您聊老帅的事儿吧。他不提，我怎么好提？ 外面可都传风了，他在防着你。小孩儿，故作从容不迫，亦是胸有成竹。不，他是心存戒备，讳莫如深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和老帅打交道是老帅弯腰待我，和少帅打交道，不让你弯腰就不错了。 我々は騙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か。はい、私はそう見てます。ではどうするのだ。ファンクトン事件の当日、私は二度探り寄りだ。法典とかが動かん。調査クリンがいなくなったとしても、我々には疾病する口実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。さらに悪いことに、内閣は私への出撃の権限を認め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。司令官、おそらく今後日本は 次の調査グリーン時代に注目すべきでしょう。誰が最もふさわしい。彼の継承人なのか、張作僧なのか、楊武帝なのか、張学良、一体誰なのか。私は我々にとって誰が好都合なのかは言わないが、だが日本にとって死の敵と思わない者がいい。 去吧。是。徐成业，到。把黄先生叫来。是。黄旅长，到。
那边一上午，竟单个交底呢。少帅，你今晚就动身去奉天替我打打前站，把敌情、军情、社情都给我摸清楚。你到了以后，找到这几个人，你们几个商量一下，由你坐镇奉天警察局。 利用他原有的机构，把安全控制下来，随时听令。明白，少帅。去吧。是。徐成业，到。叫卫队营长进来。是。崔营长，到。少帅。 知道老帅遇害了吗？不知道。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。是。一路要多加小心，告诉全营官兵，任何人打探我的消息，都予以保密。明白，少帅。去吧。是。 那小张是要去奉天奔丧去了。那三四军团的军事指挥权，他会叫吗？你以为这事谁都能胜任呢？只要他还想保住他的三四军团，渡过这一关，部队只能交给我带。徐成业，到。叫刘明九进来。韩青，嗯。 啥时候开始信这个了？啊！庙里的师傅说，拿着这个可以静心。玉强，嗯，我决定明天就回奉天去了。嗯，是该回去了。 那些个议员、法团代表，都会辅佐他的儿子。谁西边城的最高指挥官？ 本车列车去奉天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当然是另有任务了。什么任务？军事任务。什么军事任务？休整呗，才打完仗，还不得洗洗澡、剃剃脑袋、逛逛街啥的。就是。对了，张学长在你们镇上吗？哦，你是问我们军团长啊？他不在。 你知道他会坐哪张车去奉田？日本宪兵本部通令金凤权限，查找张学良军团长的下落。不清楚，我真的不清楚他在哪儿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多谢。 全国三个车站都在打听我的消息，看来各方面。 都已经知道你要回奉天的消息，也不知道谁捅出去的。哪有什么不透风的墙啊？过新民了吗？刚过新民，到老帅遇难的地方，告诉我一声。断了。
ウェイク車が1台南から来ました。番号は4072です。時間は7時58分で東門に現れました。柳子回来了，你说句话呀，柳子回来了。少帅晚年时常想起自己的父亲，一旦想起他就想掉眼泪。少帅说有一出戏叫搜孤救孤，戏里的老成英一开头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我父亲对我很特别，我俩的关系很特别，所以我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。汉卿，既然大帅弥留之际有话，那么奉天的军务理应由张军团长主持。我和张参谋长合计着起草了一份以大帅的名义颁布的手令，内容您听一听，看是否合适。本上将军现在病重，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，着派张学良代理，养疾之兆。别念了，汉卿，局面重大而危急，必须有合适的人选来担当，否则都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请吧，请。程爷，到。把门关上。我想自己待会儿。怎么样了？
大姐，我现在真成没爹没妈的孤儿了。韩青啊，你是长子，你不能这么任性的由着自己悲戚下去。 爸现在不在了，你就是咱全家的主心骨。整个奉天，乃至整个东三省，都等着你去主持大局。咱爸这几十年的心血，不就是为今天备下的？你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你不能辜负的，你也不能辜负。 那几位只能依靠你才能度过余生的妈妈们，你更不能让大家觉得你是扶不上去。你说门口这一堆堆的人，他们都着什么急？这是个急事儿吗？ 你看你发愁这样，梅雨谦跟咱爸真是太像了。能不像吗？我把自己关在这里头，就在想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一旦我接手我爸，东北将来会是个什么局面？什么局面？ 国民革命军进驻京城，关内宣告统一，举国上下除了东北，都在高悬着青天白日旗，中国统一，顺应时代，深得人心。可是东北。 该怎么办？东北还能割据一方，还能拥兵自重。如果不能，应该何去何从？你在想这个？还有，日本关东军总部依驻奉天。 主力师团在奉天周边布防，他不仅仅要杀你的主帅，也不仅仅要造那五条经济战略的铁路线，他是要让你们东北永远脱离中国。如果我接手了父亲，日本人一定会逼我就范。我没想过这个。还有。 如果我接手父亲，仍在关外那几十万部队会不会听我的？吴俊生死了，谁来接他的人？谁来掌握那黑省的7万骑兵？不知倒戈，不知叛乱。如果我接手父亲，奉天的老派、新派。 还能不能像拥戴父亲那样拥戴我？如果不能，我该怎么办？部队军事我熟悉，可是政治、外交、经济，我行吗？如果我接手，我首先得做得合格才行。 我看你呀，真跟咱爸差出一大截去。我差哪儿了？你这神气劲儿就不如他呀！你看你现在，愁得跟苦瓜似的。
我们女人听不懂你刚才说那一大套，可是我见过咱爸办事儿啊，要是咱爸在，他肯定有说有笑，绝不像你现在这样。水到渠成，你知道不？你得顺着自然走，水到了渠就成了，你总得先担起责任来，办法总是有的。咱爸留下那么多干柴，你不用，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发愁。啊，你这就不是张作霖，你这是张汉卿。我可开门了啊，先请省长、参谋长两位妈妈进来，先听听人家怎么说，再看看怎么个办法。是你张汉卿，张军团长，请各位长辈进来议事。是。两位，请吧。来，请。暗奉镇威上将军喜殿开，本上将军现在病中，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。着派张学良代理，养疾之诏并转所属一体之诏，等因。奉此除分行外，合令该员之诏。此令。你听，小张果然拿到了他想要的。哎，你看，这签名是大帅本人的吗？张汉卿是虚应历代故事，老帅的签名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熟悉。那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能是啥意思？王权如儿戏，历朝历代的继承都一个意思。見ての通りで、今後はやつを交渉せねばなる。張学良はただ、法典の軍務監督の任務をし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、満州軍事行政の最高長官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ということは、我々にはもう一人交渉する相手がいるというのか。はい。それは誰だ。用では機会がな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しかし可能性が最も大きいのは特防の高い老人張作僧です。家父实在是身染小恙，无法回客，还请诸位择日再来。廷书在此给各位鞠躬了。哎，贤侄，你不要走啊，给我带句话也行啊。啊，我真的是有要紧事啊，现在局面不出这个故事。爸，都替您老打发了。他们要干嘛呀？怎么都往咱家跑？能干啥呀？都押宝来了。雨婷的死讯一旦公布，继任人选就成为东三省的头等大事了。他们不会是要推您吧？
别那么实诚。哎，你爹不过就是一味甘草，调和阴阳用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中医不懂啊？无论治啥病，也无论用哪一副药，甘草这东西，添上去无伤大雅，拿下去也可有可无。爸，如果你是中药，那谁是郎中啊？哼，下医治以病治病，上医治胃病治病。一眼望过去啊，郎中到处都是啊。可咱东三省独独缺的是一国之人呐。爸，你这话恐怕有人不爱听。你是在说谁呢？爸，你看汉卿的通告了吗？那上头有他五项施政纲领，那完完全全就是一副继承人的口气。哼，口气顶屁用，不顶用。现眼下咱东三省最当紧的不是口气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得有一个确确实实的东西。爸，你又来了，又在教训人，摆你这老牌子。哎，这咋是摆老牌子呢？没这一条，咱东三省成吗？不成。哪一条？老帅不在了，咱东三省缺的就是下一个众望所归的真正的大脑啊。杨军断肠请示是否会奉天调阅？不，他杨玉婷没有会奉天调阅的任务。他的尽忠尽孝之所在是山海关。今天晚上你派一个可靠的人给军团参谋长鲍文岳送信，叮嘱杨不允许有任何纰漏。明白。这家里乱糟糟的，到处都是你的人，连换个衣服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要习惯啊，大姐。沮丧期间，我们需要待在这儿陪咱爸。这离咱爸最近，他的阴魂会保佑他儿子的。你看吧，过两天这里会更热闹。这是东三省的风暴中心，什么人都会来吊唁，甭管是亲人、故人、好人、坏人，
什么乌龟王八蛋都会来。咱爸说得好，江湖是什么？江湖就是人情世故。我就要在这儿守着咱爸，给他们来一个人情世故。我是明天下午3点发布实时消息，3天后召开东三省军政会议，推荐东三省保安总司令。人选当然是张老所想，其他人没有这资格。不接电话，什么意思呢？电话里不要谈这事，这样的事是在电话里谈的吗？他是你的父辈，你必须当面到他面前跟他老人家谈。这件事你王淑焕不要管了，我亲自管。穿军服，毕竟你在代理父亲的军职，是公论，不是私议。消息啊，对，同时还会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，您老是治丧主任。大侄子，我就不站了，我这腰要不是人老了，大毛病没有，小毛病不断。你爹这辈子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是不容易。哎，老徐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在里边呢。婉清，坐，坐坐坐下来说你。在别人面前可以，在你父亲这儿，我还是站着吧。我今天是给长官汇报工作来的。那你俩谈，我外面去。老叔，侄儿没有虚言。您一直都是我的长官，我是您一手拉扯起来的。营长、团长是您任命的，您不做旅长了，让给我做。27师师长也是您不做，保我做的。大侄子，今天咱不扯这个，你到底想要说啥？老叔，那我说说。说。父亲走了，侄儿认为东北三省一该去往何处，应制定大政方向。二，需要稳定内部，安定人心。我觉得武将当中复制前辈应予妥善安排。唐玉林可委任热河都督，张景惠可任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。人事之事我不干预，你自己定。老叔，这万万不可。委任人员这种事情您不能不闻不问啊。
大侄子，咱今天不扯这事儿，咱说点闲话行不？闲话。我昨晚梦见你爹了，还有唐二虎。我们仨人，一人一匹马，一条枪。忽而一群大雁由头顶飞过。你爹人在马上，带备了一件枪椅在手，一只大雁应声而落。唐二虎不服气啊，他左手把银元抛出，右手拔枪，把飞在空中的银元击碎。你想想，这是何等的侠义豪情！那您呢？您发枪了吗？我梦里光顾着拉枪栓了，枪自己怎么也扣不响，一着急就醒了。这种体验我也有过，梦里头家里的枪永远都打不响。